主料莲藕500克，辅料糖250克。一、莲藕去皮洗净，放在高压锅里煮20分钟。二、另起锅放一点点水，然后加入白糖至不再融化，然后再熬到用一滴冷水滴下去会结晶为止。三、倒入莲藕，关掉火，翻炒均匀就行了。烹饪技巧，糖一定要多，还有就是要熬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